哎呀，妈妈好看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，看样式不错啊，宝。完了，不知道选哪个了。到底是这个绿的马面裙好看，还是这个红的丫鬟服好看呀？哎，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啊。猫哥，我强烈要求你试一下这个，肯定炸裂。出来吧。来呀。哎呦，这谁家的状元怪？咱家的驸马。我们总共买了三套汉服啊，现在带猫哥来到了传说中的世界第一大商场。这宇宙中心好吃的应该很多。哇，鸡蛋火烧，好吃吗？这都是我儿时的回忆啊。好美味呀、啊！哎呀，